2014年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系列食品安全相关的危机，当时甚至会让我们担心说，我们所喝到的、我们所吃到的油到底会不会是假油？而在这个时候，其中有一个相当知名的集团是鼎鑫集团，当时就是他们相关出产的相关的油品，被许多的人认为说应该是涉嫌重大，或者是假油。但是在隔一年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当时宣判说这个假油的结果的时候，胡云通等六个人全部都是无罪，然后说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的纠葛。在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后，许多的网友感到相当的愤慨，也在这个时候，我们台湾看到了一波灭顶行动。当时许多的会去好市中去喝口，去买李凤鸣的鲜乳，而在这个时候，透过苗妈苗退，我们买了之后，把它拆封，这时候就把它退货。在这样的一个运动之下，是我们台湾的许多民众试着用一个方法，然后来对抗说我们认为是黑心的厂商。这个运动它最大的特色是它没有任何组织，它并不是一个有组织性的、有策略性的在进行推动的。在这个时候，有个网站出现了，也就是灭顶秒退地图。在这边，我们邀请到的是灭顶秒退地图的开发者俊，他本身他的角色属性有归类了三个，就是分别是软体工程师、社会议题的为参与者，他很谦虚，然后还有 open source 的为贡献者。那在这边，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俊来分享我们的从灭顶秒退地图看网络时代无组织社运。谢谢主持人介绍。那我们今天想分享的题目就是从面临的地图来看网络世代的组织策略。那大家把我就放在这个网络世代的组织策略这件事情，因为毕竟秒退世代有点争议性。好，那我是俊，那我也是领导人。好，汇报过后，我们直接看目前的结果。好，你看到目前鼎鑫味全在2015年营收转少7亿。就是跟上年度比起来少了10%，那亏损亏了19亿，净亏损，也就是说它的净资产直接少了9亿，那资产亏到零的话，代表公司已经没有人价值，那这个也比上年度少了17%，那这边上月的营收平均大概少将近，比上年度少将近3%。好，那比较直化的那个现象是说，Costco 已经把云凤已经下架了，那第一次把一美鲜乳上架，可是一美鲜乳最后也下架，是被网友苗妈下架，比较不一样。那 UCC 啊，还有这些日本的品牌，它原本在台湾是味全有占大股权，那他们最近把它买回，然后想退出台湾这个市场。那最有趣的是说，已经味全开始告鼎鑫，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你的右手开始告你的同行，有点吊诡现象。好，那我很快速的自我介绍一下，刚刚前面已经帮我讲过了。OK， 那我第一个就是一个支持当代史的博士。那这个是在某自由新闻在某和他聊天中间者报道新闻，对我们居民第一个部分的一些批评。那我们当然是同样不同意见，所以就 OK。好，那如果听完这个 talk， 然后想要跟我做进一步交流的话，可以上 GitHub、LinkedIn、Gmail 找俊宏。好，那我的理想很简单，就希望平常吃东西可以吃得喜欢，所以希望黑心商从台湾消失。那我本人是参与者的，应该不会参与者，然后可能是以观察者的立场在看这件事情。所以，因为刚刚很多人讲明白，这是一个组织理论，所以我没有办法全部代表任何的其中。那我这边也是，主要的后果是在转是后果在这个启动这个任务所面临到的挑战，跟我看到的解法，跟这些解法的效果跟限制。对，那我不会去尝试说服大家说，来支持这个行为，或者说做一些道德辩证。好，那我们先从这个大局观来开始谈这个问题。那我们人员调查很简单，就是我们吃的心安嘛，所以食安很重要。那相对的，就是政府方面就要食安法，
那还有立法、执法跟监督等等的面向。那这些人民他们可以去，我看到人民这个暗黄色的这些人民可以去着力的地方，可是从这几个面向的话，人民着力其实都非常放任学习。那三老主要当然希望把黑心商品消失，那也就是说让制造黑心商品的黑心商消失。那黑心商我们公认的，也不要公认，就一定共识的，就比如说红叉、黑叉等等。对，那因为毕竟这还是在法律诉讼程序之内，所以没有办法这样子讲太直接。好，那人民另外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可以用市场破坏机制，把这些黑心商把它驱逐市场。那破坏机制呢，可以分说可以抵制啊、免费的方式。那这是包括在我看到免费的活动，跟我们抵制黑心商其中一个分支，其中一个集团未查这样子。好，这是整个架构。好，那前提要很快速的带过。业界也刚刚明确讲，就是在2013到2014年有30重大的流弊的案件，但是经过一年的诉讼呢，在2015年的11月27号居然全部判无罪，这样大家都可以接受。好，那人民央业界就刚刚讲到，如果透过司法程序的话，可能要被少几年。那我们知道业界它李欣这家公司，因为它很庞大，它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它有一定的官商的关系之类的。对，那日本人对我们做一些好的示范，它像之前雪莉跟麦当劳还爆发食物的安全事件，那日本人靠人民力量把这些厂商移植到转型或倒闭，所以对台湾的启示就是，我们自己的黑心商，我们可以自己把它灭掉。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样的情况。李欣大某某，他集团总资产高达2.5兆，那这是什么样的数字呢？2015年台湾 GDP 15兆，所以几乎是台湾1/6的家的资产实力。那有这样的资产，然后他又是民营企业，他有非常棒的，比如说行销的实力，还有跟科技的关系。那有这样，他可以在媒体上打各种风向，然后法院他可以请顶级律师啊，然后他可以就是类似长期的降价出售啊，打各种行销战都没问题。那个人认为，要推倒这个大王难度可能比之前 K 党的难度可能还要高。可是 K 党也推了71年，现在才算半成成绩嘛。对，所以大家可以先定位一下，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好，那它底下集团有哪些产品跟公司？产品可能超过10000种，那公司集团公司可能超过100，那更不用说它的功能。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网上网友整理的懒人包，跟一个手机 APP 拼的啦，真的可以查得到。对，好，那我们面对这种的感觉一下。往往是一个从地狱来的超大的巨人，然后人民虽然说有各种角色、各种武器，尝试去抵抗，只是相对巨人就非常小，只是一踩，人民可能就聚集了，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好，那我们观察，只能先从总统贵权开始推起。好，那我们看一下数据。那我觉得在做统计之前，应该先上下科比大的那个资料清理课，数据可能做比较好看。我们看一下，如果单纯我们靠抵制这些事情的话，会造成我们的中国梦有什么影响？2014年年中开始，人民开始抵制。那我们看到2014年年底，鼎新威权的那个营收跟它的年增长率降到，可是呢，在2015年的年底，却又慢慢回升回来，而且甚至我们看到红色线。黄色线是它的年增长，跟去年同期比的增长率，甚至变成正，所以代表抵制力量越来越弱，然后威权慢慢复活。那这同时刚好发生李欣一审无罪，然后同时免费这个活动发起，然后全民抵制的力量更强烈。所以我们看到说，2016年1月马上把它的这个营收整个降下来，所以有非常显著的影响。那所以说，看这个图，没有办法直接推论说
这是秒会的关系，还是因为全员太分开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跟同期去比较说，光体是慢慢慢复苏，但是加上秒会只能掉下来，所以秒会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好，那我们稍微带一下秒会这件事情。那发起人是一位林先生，那他算一个积极的行为，因为秒会是可以直接让这个味觉产生直接的那个营收的损失。那我们可以如果让这个味觉让它可以产生更大的损失的话，那我们可以长痛不如短痛。那重点是它是算合法的范围，那跟抵制也是没有冲，它可以同时进行。对，那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蓝图包，有非常详细的图。好，那秒会这件事情到底怎么被发生，怎么被发明出来的？那我这个演讲之后会留几分钟，我们请那个神秘嘉宾来替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好，那什么是秒会地理呢？刚刚主持人给我带到，其实就是把目前秒会的行动跟这个我们大脑的这个状态给它识别化，所以最上面可以跟他说，这边总秒会有多少时，然后秒会有多少钱，啊，目前经历了多少时间，那接下来的指标就是目前大脑的血量。那我这边是自己想办法抽出几个关键性指标来做，那等一下会再更详细的解释。好，那再来我们看到，我们稍微看一下所谓灭顶、秒退跟秒回顶之间的关联。那灭顶因为波浪太强，所以我们人群需要长期的抗战。那长期抗战需要就是一个热度的维持，但是人群因为力量太过分散，所以我们对抗力量是不够的。所以秒退这个运动所要解决就是说，我们增加人的那个力量对抗效果，所以相对的，我们可以缩短长期抗战的时间。所以相对的热度不用维持这么久，大家注意都是相对性的 ，OK。但秒会本身之间这个解法有它自己的挑战，一个最大的争议性，它有认同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它有行动难度，因为抵制我们就是单纯的比较可能是，可是秒会你要去那个店里面，然后扛一车的荧光笔到结账柜台，然后忍受所有人的目光，所有的反抗者，不然就是他们员工的目光，甚至。过来的言语，或是甚至肢体的抵抗行为都有可能，所以它是有行动难度。那它还是有热度跟长期抗战的问题，因为秒退毕竟一次能退就是顶多一车一车的商品，那它还需要长期的时间，想办法对这个企业产生很大的影响。好，那这时候、不好意思，那这时候秒退毕竟我们想解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秒会这件事情的进度跟的状况啊视觉化、透明化，所以，我还像现在的社会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数据是有视觉化的，理论上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位置在哪里，然后我们能够怎么去进行下一步的动作。那如果我都没有数据，就是说我今天考试都没有分数，那我读书要做什么？就是。比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所以这边要解的就是秒会这件事情的这个长期抗战跟热度的问题。那当然，这种解法也有它自己的挑战，就是要有人去维持这个系统啊，要去推广啊，要收集这些登录资料等等。好，所以延续刚刚的挑战，就是刚刚我提到，就是秒会本身有认同的问题啊，有行动门槛的问题。然后有长期抗战的问题，那小学生非常负责任的统计一下，就是如果你不靠抵制靠纯免费的话，可能需要退4800万瓶联盟，才办法让味全这家公司消失。对，所以大家看到非常惨，而且媒体它只有延烧一个月的时间就退烧。啊，我们知道主流媒体退烧以后，通常关注度就会下降很多。那另外一个比较间接的就是说。其实公民大家都非常忙，非常累，大家关心的议题啊、部分非常多，有公投啊、医疗啊、劳工啊、党纲啊、课纲等等。那我觉得网上有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就是长大是什么感觉？那他文章的内容是讲说，他小时候都不懂为什么大人回家
就趴在沙发上看着电视，然后在沙发上就睡着。但他长大以后就懂这个感觉，对，所以这个马啡遇到挑战是非常多的。好，那热度维持可能有这几种方法，就是我们要树立一个目标感，然后要透过社群力量，大家互相扶持来做，然后希望是有一个持续立即的反馈跟报酬。好，那我们看一下之前反馈的状况，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用数据来看，蓝色的线是那个时段它秒退的总金额，那红色是那个时段秒退的次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开始次数跟金额都保持在非常高档，从第一次是2005年12月8号开始第一次，然后中间经过一个多月都是非常高档，直到后面呢，我们看到红色线代表次数已经降到比较低，可是金额却还是维持在高档。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说剩下都是重度使用者，就是次数退的不多，可是金额都很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以后，我们可以去拟定一下后续的策略，说我们 focus 的族群是把一些轻重度的使用者再把它招回来，或者说怎么去鼓励重度使用者再继续进行这样的事情。好，那其实我觉得最热的刚刚是 PPT 发布。我们可以看到每天账号全部都被推爆，没有例外。可惜最后被卡关的原因就是刚刚提到说Postco 把联动下架，然后其他通路都不给退，所以目前是卡关的阶段。不过但还是有一些希望。好，我们从风向角度来看，然后刚刚早上有提到 Polis 的作者先生说，那我们看一下绿色部分是赞成秒退比较多的，那红色的部分是反对秒退比较多的。我们看起来就是绿色看起来是比例比较高。那这边主要是透过 Facebook 推的这种社交平台分析。好，那 PDD 的话，我们看到说，平均一页的这些平面会有一个虚跟一个中立的，就是 PDD 的方向是赞成比较多。可是如果我们看 Dcard 的话，就是我台湾愚蠢，没有下限，那就是刚晚会只是在单中群里等等，对，所以依靠方向是负面的。那比例的话就说啊，这只是小屁孩，所以这也是蛮负面的。啊，雅虎不认同，超过60%，对，这是负面。所以我们要观察一个行动的目前的效果的话，我们通常就是要从各个网站去收集资料，才知道说目前方向怎么样。好。那接下来网友就很多就开始自发性的提出论述，然后很多证法辩证，小店租户估计很糟糕牵扯，对，那这个部分就是要解决认同感的问题，因为越多人辩证它就会变得越清楚，对。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它的这个风向走势，它原本是比较低的，然后来变得比较高，对，那不过这个并没有很明确的数据佐证，大概是千篇之约就有苹果。好，那接下来就有人提出 SOP， 科比最选的 SOP， 就是说秒退量是可以让效率做到最高，然后不要增加卖场员工的工作量等等。那这个我把定位叫做 open collaboration， 一种开放合作的方式，大家可以想 SOP 来增加这个效率。然后各种的网络上的酒馆，到 PET 很多事情。群组在酒团，然后 Facebook Line 也很多群组在酒团，对，那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群组下面就是看到遍地开花的感觉。好，那还是有些成人整理很多懒人包，可以让不清楚这个议题的马上可以看懒人包进入状况。那接下来就是两个地图要做的就是刚刚讲的视觉化的部分。好，那这个地图的构想里面是当初跟克拉克的计划致敬。也就是我们主持人林祖宜先生，对，所负责，对，但是当然人手不够，所以细致化是还差蛮多的。好，那稍微比较一下这两个活动的差异，就是在各单位的时候，因为配合上选员在一年内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那每个人付出的，就是每个公民所需要付出就是两次点数再加一次投票，那。面临这边的话，就是他可能要待非常持久，在5到10年，
然后每个人要不断去抵制，经过便利商店或金融贩卖的时候，都要想办法说克制自己的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这样才好去做。所以它是非常长期每年不断的发生的事情。对，那反对力量跟主要是组织上，采组织的话面临比较像无组织的，那不然的话有个核心团队，团队来做这个资源的统筹，然后希望把团队的资源效率最大化。对，那我们很快速的看一下组织的结构，就各单位的结构，心中想象，对，就是一个核心团队，然后它有处理联署书啊、公关啊、网站等等，然后再分配到分区，分区可能是一个自己的团队、一个群组，有收集自己的资工啊、推广等等。那描绘就没有了，大家看到说，这都是曲线，曲线就是说它是很弱连接，它是靠就是网络上的一些资讯分享，比如说发起人发起，然后它网上分享之后，然后大家进而去模仿，有 SOP 才跑出来，然后被读者跑出来等等。对，这是一个那个分散式的概念。那分散概念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其中的节点被抄掉以后，这个组织理论上可以继续进行。但相对的缺点就是说，资源没有办法做最有效率，没有办法像大企业一样，资源做效率运用，还有定比较高层次的策略这样子。好，那两个地图就稍微开拓一下，就刚刚讲的有四大，往往有四大指标，就是顶薪持股啊、董事会的这个席次啊、比例啊、股价啊、净资产。那地图就是可以想象就是房价、实价的这种地图。可以点进去可以看到更细部的资讯啊等等。那红色的话就是最终的分点，描绘多少金额，描绘几次这样等等。所以，对于公民来讲的话，你可以去找说家里附近比较热络的点，然后可以加入，或者说可以找说哎还没会开化、会开化地区的话，可以主动发起这样，是有这样好处。那所有的建筑的讯息是放在这个 Google Doc。里面全部都是开放的，所以看一下做进一步的分析啊等等，全部都可以做得到。好，那我们快速看一下，这都是一些视觉化是这样，然后有做一些县市之间排名，所以可以让做这个活动的有一点点竞争的感觉。比如说你台中市跟台北市竞争，看里面的金额可以冲比较高等等。好，那登录这边就是有一些登录方式，像微登录的话，可以让登录变比较简便。好，这开放是这样。对，好，那为了确保登录公平的，不要有人随便填一个，我今天退10万块给李凤年，这怎么可能？所以这边就是有管理员在做资料验证，验证这个发票等等这个资讯，确认没有问题以后，这笔资料才是正式的登录在地图里面。OK， 好，那技术部分其实都很简单，对，如果大家学过软体工程都非常简单。那主要它是一个 server 的架构，然后资料都放在 Google 里面，地图都 Open Street Map， 然后剩下的都是大家常用的 library， 那最贵的就是人力，工具其实都算是不用钱。OK， 那坑的这些就是要帮忙建制网站，还要登录，还要推广。好，那这个我是觉得也符合 GDP 的精神。好，那不重要的是一个不管是一个服务或产品。如果没有人使用量的话，其实一切都枉然。所以我们花就是看这个活动花很多集体是在做推广啊，像这是这个 GA 上的推广量的状况，然后另外也在 PT 八卦版推广，然后有些很专业帮忙分享，比如说靠北工程师啊或 NT 大 T 都帮忙分享，然后 PT 也帮忙分享，也帮忙分享，对，然后等等新闻上，但分享就有时候需要解答。所以现在就不太开心，我一直收到那个推广信件，就是说，不想再收到那个信件，不然我要解决你这样。对，这是可能遇到的题吧。那就收集一些大家反馈状况。好，那最后呢，我希望就是说，希望这个行动能主动的话，希望是把它变成比较类似游戏化的形式。所以这边就有希望搞一个等级系统，那这边就。非常粗分，七个等级，就是如果青铜等级的话，就是像一般大多数人就是沉默与健忘的大多数，就是可能新闻看一看就忘记他的前因后果这样子。那最高等级是中式等级，就是在描绘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就是他愿意不断去描绘，然后阐述
这些对苗配有质疑或攻击的人。对，那怎么样让大家愿意申请呢？那这个就是希望有一个类似 growth hack 的概念，就是所谓的 AA 啊，那就是从获取顾客使用者到使用者愿意去付钱，也就是对那个组织就是执行苗配的意思。对，那这个都希望是 open， 就是说这个规则可以大家一起参与制定，然后一起去修改，一起去玩的那个游戏。对，不过没有做 landing page。OK， 那一些 KPI， 比如说每天的站的增加量等等。好，但不过就这里都是有点自然，因为 KPI 都没有达到。好，那之所以有想法变成这个大型地区的话，那就是有一些目前看到这些挑战，就是说，因为 RPG 的话都是要个人战绩为目标，所以你现在是逆年状态，那你怎么跟战绩绑标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然后怎么样把做 KPI 量化，这些资料到底有些是并不是公开的，比如说会员的营收，张爷再公布一次，那这个怎么量化？这都是问题。OK，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我们侧面观察的话，可能还需要这些装备，比如说要有私密的酒吧系统，让酒吧更有效率，然后又有任务目标，就是记录所有的魔王的血量，目前推广的状态，每年的那个增长量，还有空项资料，对，那还有开放方案的表，那这个可能有点暴力，等一下大家可能提到。好，那最后这句就是国外来的，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事情。好，那我的部分大家就到这里。好，谢谢各位。那接下来会请陈秘嘉宾帮我们做一些分享。那我在这场演讲之中，我们还特别保留分钟，邀请了我们的主讲人俊所带来的一位特别嘉宾，我们邀请他上台。主持人各位大家好，不好意思，那个因为疫情行动还在进行中，请容许我戴口罩报告。香港不会很好，我们见到本尊，我们再给他一个热烈掌声好吧。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啊，就是这个行动其实它是有一些前因的，是它是由好几个成因共同组成的，然后看起来像是无组织的，实际上是精心策划的。然后我们看，可能各个程度来描述一下哈。总统说的话，它是100%的退货保证，它是全球一致的。然后呢，退货损失呢，你要研究好是多的商业结构，它的退货损失在公共厂商，然后每一个环节它都环环相扣的。然后生鲜食品它是一律销毁，然后呢？它的问题是避免那种回收利用啊，可是它的这个商业结构会让我们可以为我们所用。再来的话呢，是好事多，它不反馈就是支持。再来就是那个，如果说好事多继续支持我们的话，它的会员会增加，因为它有商业门槛，它是会员制的。再来的话呢，好事多新闻炒的越热，对好事多的商誉是增加的。这个免费广告是老实说最重要的东西，你要命中它的核心，它就可以为你所用。好，在 FB 的部分 ，FB 的话是观察一下中共目标革命的话 ，FB 是最大的推手。然后呢，也因为 FB 是最大的推手，所以呢，在行动平台的串联跟发生的时候，使用 FB 的话，你可以避免因为你的对手去检举你，导致你整个平台。宕机，因为它的检举会让你的停权，一旦停权，你的发声就会有问题。好，再来的话就是 FB 有一个爆料公司，这个公司很好玩哈，它会爆料一些他觉得很奇怪的事情，然后越手动他越想爆料，然后媒体呢很奇怪，他就是懒得找新闻，就会去爆料公司找，然后越手动他越想找。再来法律层面，这是关键因素哈。民法的345条，买卖只要双方约定好了，这个买卖就成立了。好，在好事多的会员制度，这个会员制度非常重要，这是行动的关键因素哈。100号的5条件两年退货保证是好事多跟会员之间的契约行为，然后这个契约行为只要继续有效，
所以它可以确保鸟会行为，它可以继续推动。再来一个的话是隐私权保障条款，各自法保障个人的隐私，避免被对手登记的起底。然后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操作呢，是我们可以单向的为自己的新闻。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找操控或主控权。再来是行动的规范的部分的话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行动？是因为318学院有大量的惯性被激起的行动的力量，然后可以利用这个行动力量呢来推动它这个行动最困难的部分，就是群众的目光跟一些抵制。再来是我们要把它行动明确化、简单化、仪式化，这样子才可以避免模仿。然后呢，再来是整个行动必须合于情理法，因为会遭遇到各式各样的论述。如果我们的情理法基础不稳固的话，你很容易就被推翻了。然后呢，这个行动的话呢，我原则上是先建立大架构，然后行动的那个关于社会运动的论述部分，我们是补助的，而且是必须要靠其他人来完成的。然后呢，我们是这个行动最重要的是靠 FB 的那个 FB 跟 Google 这两个免费的系统，然后来串联发声，还有制作我们相关的运动系统。而且这个行动是因为它是不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它没有核心，所以它是一个变形虫的。然后变形虫的制度呢，它的收笔放呢，必须要在行动开始的时候就明确的定义了。好，再来就是它的露出跟发酵的话呢，第一个是要先跟考试都确认到底可不可行，还有他们公司的立场，这个是事先确认过的。再来的话，锁定呢，要进来要玩台湾最大的。好，就是未前的致命伤，未前最大的商品是零凤梨。再来是退货过程的话，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你的行动露出的话，就是而且易于模仿学习，就是必须要把它仪式化，这样子人家才会关注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你要是那个你没有仪式化的话，人家很容易就忽略你了。然后再来的部分的话，就是鼎鑫集团。因为它很大，而且它会买广告，它会买记者，它会买法官，什么都买。可是它有的东西它没办法买，就是公民行动的良心，还有公民行动的愤慨，它没办法买。哦，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核心精神。再来一部分的话，就是一旦发起的时候，你必须要串联各式各样的资源。然后 ，FB 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再来是财务方面的考量的话，日本是由拒用雪碧，它花了两年，台湾的没有那个闲工夫嘛，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创新改良他们的拒，他们是拒买，那我们呢是秒退，然后呢，差异在哪里呢？一个是秒退，它会产生立即性的损失，然后因为它是退货销毁，所以它避免二次加工，把它整个销售周期严重压缩，从可能是三个月压缩到一瞬间，然后这个行动呢，也会导致它的财务缺口无限大放大，然后而且它那个财务缺口一旦放大的时候，它的股价会产生立即性的影响，所以味全才会非常的紧张。之前的巨买它都没感觉，它完全保存在上，可是一个买会让它整个金额不大，总秒率看起来只有200多万。可是为什么他那么恐慌？因为这个东西一旦产生模仿行为的时候，会导致他的那个集团崩，导致未成立的公司崩溃。然后再来就是的话，就是因为你要引起话题，所以我们是用浪费食物这个东西当做比战的论述点。因为你必须要有话题，大家才会互相去阐述它，去验证它到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然后因为产生论述啊，然后我们就会引进。我方的力量继续增加，然后我们看一下哈，它发起的时间点，它非常的奇妙哈，它的发起时间点是12月8号，是在12月12号的总统府庙的鼎鑫反鼎鑫游行之前。欧城选择这个时间点是因为之前的话有个总统大选，然后所有的媒体完全把那个反鼎鑫游行给压住了。那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个很争议性的话题引爆它，然后引起社会的关注。再来的话呢，就是因为318学院啊，导致很多新世代他们的行为模式
然后你要知道他的行为模式，你知道他会怎么去模仿学习，然后怎么说验证你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你要掌握他的真实性的时候，你才能够做好。然后这个是那个他的手抱的手法，然后我们要关注到的一点是，我们把那个背后的资料通通放上去的原因，是因为让他知道说要怎么学习，所有动作都是为了学习。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利用媒体撕裂的个性啊，在媒体的回应板那边，只要他抓住我们的 catch 之后啊，我们从回应那边去植入我们的诉求，然后从我们的诉求去引爆这个话题。好，那这是免费就很难，然后这是免费红包，然后因为这个行动还在持续进行中哈，这个会随着法院判决跟所谓的刑事的求偿部分，会后面有继续的爬上，各位请敬请期待，谢谢。